我们也能有武魂融合技就好了。武魂融合要双方的武魂有极高的契合度才有可能出现。咱们住在一起都三个月了，你有过和我契合的感觉吗？契合？我们可是兄弟，我们试着身体接触，让魂力在对方体内流转，看看会怎么样。那该怎么做？我们要抱在一起吗？想得美，握手就可以了。什么叫想得美？